2月26日，倪萍录制董卿新节目《朗读者》，两代央视一姐难得同框，惺惺相惜，情意绵长。虽说都曾是央视一姐，但倪萍和董卿其实以前并无交集，连同框的几乎也没有。可是，在董卿最新的节目中，两人却首度合体，并引发了大家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。在花絮视频中，倪萍扶着董卿的肩膀嘱托：“好久没展开做这样的节目。”当董卿搀扶倪萍下台的那一刻，二人更是泪目相望，场面感人。这一幕也是引得网友点赞，两代央视一姐合体。由此不难看出倪萍作为央视曾经的一姐，对于自身定位的准确和对后辈的提携之情。